这是不梦幻开局儿，哎呀，两把长剑。要我来两把长剑，吃药干嘛？我又死不了。谢谢山楂团长，盖伦把技能还交了，出门两把长剑，101点攻击力，非常的 beautiful。团长又死了，哎呀，这一瞅就没带凯旋，为什么不带凯旋？我们少了三个兵，但是谢谢改名要开船，我们比这个盖伦啊多的装备多的有点多了，我们可以让他少吃三个兵，吃药打，这都不可能打得过我们，我这是装备领先的太多了。扣一下，啊、哦，你用了，那你这边塔下要死啊，兄弟啊！我多学一个扣吧，合适，没事，那换了。呀，这小子有传送啊！谢谢小明在北美的飞机。早说呀！可以，感谢的后木领言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！哎呦我操，我没学 W，我这怎么干按 W 不出来呢？踢他一下，别让他回血。可以打啊，没事。感谢的后，谢谢小兵大魔王，拜拜。感谢呼帕拉冥王，一般把兵线推进塔了，我建议啊，是能换就给他换了，能杀就给他杀了。兵线进塔杀人肯定不亏。揪掉猴哥的奶，中奖了，我不会让你揪的。小奶呀、啊，谢谢小奶的飞机儿啊、哦，谢谢谢谢。我的炮车，哦，我的宝物针，
盖伦现在有闪，但是他没有皮孩。这波只要他补一个兵，这个兵吧，就这个兵，补吗？不补。不补有点难受啊。你怎么回事？谁让你卡兵线的？谁？谁允许你了？一瞅这就是来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呜！人有点多呀，这又梦魇又船长的，你说，又拿了我150，盖伦拿了我300，也行吧，死哥不应该开那的，关键是盖伦六了，他要没六的话，他打不过我。我这什么时候掉了一层塔皮呀、啊？哎，我不记得我有掉塔皮呀、啊，啥时候给我塔皮吃了呢？第一波的时候也没让他吃啊。补炮车的时候，想起来了。我说，哎，我的炮车拿了好多。我得去趟中路了。你把这个打了也行，其实。拿。你有蓝吗？没有蓝，我就把中路船长杀了。死定了，没事。浪费我个大招。你要杀他呀？不太好杀吧。我们先杀梦魇啊，没事，死定了。死定了。盖伦应该有船，我觉得这波有船没？不清楚啊。啊，有船。溜了。呀，他居然打小龙，胆子挺大呀！胆子是真大，这种小龙他敢碰？
你说你为什么老要卡兵线呢？我就没明白了。拜拜！你要往塔下跑，可能还能把我换了；你要是往塔后边跑，那就不行了。那死哥怎么开大开一半死了？飞我吗？你打得过我吗？我杀你好像都不用大，兄弟，好大！这为什么削钢呢？为什么？没蓝了怎么办？没蓝了我也拆，反正梦魇没有到。怎么样了喽？追呀、啊、追，对，就硬追。哎，来呀、啊、哎，硬追。我浪费你的石干，给我一个红行不行？我想要一个红 buff， 反正你玩个死哥要红也没啥用，是不是？真没啥用。其实我在浪费他的石干的时候，我也浪费了自己的石干，是不是不太好？这个你就别要了，你不有蓝吗？我蓝不够用啊，兄弟。Sorry。二银钻。人是有点多呀，这是。跟他说一声 sorry， 哎呀，给我蹬塔里去了，我操！吃点饭吧，今天吃皮蛋豆腐、鲑鱼、菠菜。咋这么削钢呢？这白夜投降了。